明明知道他们扮成受害者来炒新闻是为了要报复我们，台面下这些肮脏的事情不公开，难道你要让他继续演啊？既然是台面下的事，就应该用台面下的方式来解决啊。什么意思？今天早上新闻出来之后，又有三家厂商要求提前解约，现在网络上已经开始串联要抵制雀客时尚。 如果我们不给外界一个合理的交代，你觉得公司挺得过去吗？你是要我去道歉吗，艾莎？你是雀客时尚最重要的资产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不会逼你，因为我不想你受委屈啊。就算这整件事情。 扩散到最后变得无法控制，会赔上雀客的一切，我也无所谓。真的，我无所谓。大不了我们重新开始。只要你想清楚，姐陪你承担这一切。 这张都没吓到，你这个人也真无聊。哎，干嘛急着送我花？我又还没死。这束花是代表雀客，又不是代表我。顺便来看一下，你还要演多久？少来了，我早就知道你会过来找我。 听说你们每10分钟就损失100位会员，现在连广告商都被吓跑，损失很严重。我需要一份声明，证明你住院跟雀客没有任何关系。条件你开。既然你亲自过来了，只要你真心跟我道歉，你要什么声明都可以。 道歉！你抄了我们的计划，盗用我们的笔记，请人害进我们公司网站，还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污蔑我，还要我们道歉？要是你不道歉，拿不到声明，你觉得雀客撑得过这一次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下跪啊！当初你是怎么羞辱我的？ 现在我要你全部奉还。
想道歉就下跪，我就帮你发声。你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小人，走出这扇门，你们缺科就完蛋了。杜艾莎，自己考虑清楚。如果不给外界一个合理的交代，你觉得公司挺不过去吗？这三年来，我们用尽了全部的心力才走到今天。就算这整件事情会赔上缺科的一切，我也不在乎。大不了我们重新开始。